好，来我们看这一题。他说他这边有 first four point of a Cartesian plot。所以我们知道呢，那个 coordinate 呢，它其实是 x 逗号 y 这样的一种形式。所以我的 x 呢，其实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的 y 的部分是三、十一、十九、二十七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可以很明显的看到，它其实是重复的加法、加法、再加法，OK。然后它是一个 sequence 吗？是，OK。所以 E 的 yes。然后为什么呢？它是 add back to the previous number。OK，number，OK，okay, 没有 s，number，OK，好，来，接着第二个呢，他说，y 是第 n 个点，然后它是59，这样，请问它的 value of n，OK，我们的这一个呢，如果你用我的方法来做的话呢，就是我这一边重复的加 bar 的时候，我回来的时候是减 bar。我在回来的时候减八的时候，它拿到的是减五，所以我的这一个的 Tn 呢，它其实会是等于减五加八 n 等于一二三点点点。如果你的老师要步骤的话，你写给他三十一十九，然后点点点，减五加八乘一，减五加八乘二，减五加八乘三，乘二十四减五，然后。三八没有，等下十九，三八二十四，二十四减五，对，十九。OK，所以他现在呢，他告诉我我的 Tn 是59，所以我的减五加八 n 会是等于59的话，我的八 n 会是等于64，我的 n 会是等于八。OK，所以我的 n 是八，这个就是答案。OK，我在这一边我省略掉一些步骤啊，就是减完一边加。乘法会这边除，这个我没有写出来，OK，希望你会了，